今天中午吃米粉。做那个你不要吃，我喂。剖腹产的第二天，拔尿管了，然后等一下又下床去走了，还不能下床，但是也要下啊，下床去上小厕，去走路。走不了就坐一下，不走的话，如果四个小时不上小厕，他又来插尿管，所以要走。现在我们宝宝还在新生儿科，然后今天还没有问什么情况，等一下问一下情况，看一下我宝宝明天能出院了没有，他还在那边每天抽血啊、扎针啊这种。感觉挺可怜的，如果没有什么的话，我宝宝明天看一下，明天后天也可以出院了，到时候我宝宝就可以跟粉丝们见面了啊，连我都没得看，我也没得看，他在里面是封闭式的，我们都看不到，只有通电话这样子。宝宝，等一下你扶我起来走一下吧。好，要走。三两五块钱左右。袋子呢？左边。不行，走了。
这里。上次也要帮你们，对，那边在保家关。你是保的，你保的那边在找个。哎呦，我问你个明天，我明天还要充一。上个月账，可容易的。少的也容易啊，那烦的也要得呢。我这又不能弄呢。我这个包，那毛毛头的，那彩的啊，不好穿的。那把你撒烂了，这样舒服啊？那脏歪了，这是，那面臭。那外面。他不是刚花查空了。糖没？没拿糖。这不要说了，真。可以放松了，放松了。好喝的白鱼汤，鸭弟拿来的和鸭姐。好喝。是。对呀。他们时间也老多。那鱼汤我是不是也蛮习惯洗的好洗啊？我因为学校食堂的问题。这样子。吃点斑鱼汤粥。我的亚弟来看你，帮你拿了点那个。那个尿片，还有小宝宝的那种，啊，还有斑鱼汤呀，嗯，我妈煮的那斑鱼汤，那土的不，嗯，对伤口很好的不，嗯，啊，那我们回去了啊，嗯，慢慢休息，等小宝宝出来了才见得到了，嗯，过几天再来嘛，嗯，啊，出院了我就来抱那个小宝宝，嗯，那我们回去了，七点半了，嗯，回去要煮菜。那么远你们跑来辛苦了，能吃到这个土斑鱼已经很不错了。那个医生说吃的那个斑鱼汤，对那个伤口好一点。嗯，对婆婆的，医生也是这样说的。那你慢慢休养啊。那我们走喽。对。对。好好休息吧。好。辛苦你了，你来看我。明天宝宝出来了，到时候有空也过来看看啊。你和宝宝身体健康啊。现在出去回去了。嗯。呵呵呵。那来看着宝宝去。等他出来先嘛。那你好好休息啊。我姨买了这个阳光玫瑰，还有枣子，还有牛奶过来。这个红包你收起来嘛，老公，我姨给了个红包，在这里。这个嘞，我帮你装起来。在那里拿一下嘛，在这里，我姨给的。这么厚。不厚，好厚啊！看得起你哟。是吗？帮你装起来啊。好吃哦，看你吃起那么香。好久没吃油啊。哎呦，有的吃油，有的吃鸡腿，有的吃田鸡，我很低，看你辛苦了，多搞点菜给你吃。